Every chef has their own masterpiece. Be it cuisines like Western, Oriental, or even Asian food. Now, Simple Food only serves vegetarian food. So, why not check them out at 50 Kaki Bukit Place or give them a call at 6744-0207 now. Simple Food, veggie good. 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你能联想到他们都是素食吗？将素食料理带到了一个不同的领域，注入了许多惊喜。这就是 Simple Food。 观众朋友你好，我们的张师傅你好，是又来到我们的美食 OK 的时间。那其实美食 OK 呢，每一天都有美味佳肴给大家介绍。那当然今天我们还是介绍素食，不过今天介绍的是意大利面包汤。哎，人家说意大利人喜欢吃牛奶啊。 cheese 啊之类的，面包啊，面包啊，对，这都是吃的很肥胖的。所以欧洲人都是高大的。是，那其实说吃素哈，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吃素的朋友，他们都会就是注重于这个食疗，就可能就是说蔬菜类比较多。对，像你这个意大利的面包汤里面的这个用料有哪些蔬菜作为调配的呢？哦，里面是有西兰花，那跟那个。 菇类，哦，菇类在里面，有哪些菇是金针菇呢？冬菇呢？蘑菇呢？草菇呢？还是？一菇那个松菇吧。啊，松菇，哦，那样比较贵的，对不对？松菇对。是，那这个汤我们知道也是牛奶会比较多的。对，牛奶，有牛奶对。所以它真正的意大利的这个面包汤，它其实是属于素的还是荤的呢？ 其实素荤就差别就在于它有加一些料，好像可能有加一些肉类的肉碎，对，也加，其实是素的啦，但是他们加了一些海鲜啊，还是说加一些肉类啊在里面就可以就是荤食。但他们这个本来意大利人就不吃蒜的嘛，对不对？对，所以就没有那种感觉了。是，好，来有发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哈。好，我看到的就有这个哦，对，这个菇类，好像还有红萝卜。嗯。 而且里面的这个哦，对，我看到了有西洋菜，西洋菜哦，有西洋菜，嗯，那如果说朋友们喜欢吃的话，我来看一下，这没有了，<笑>不是因为我在尝一下那个口感，对我这样，好好吃这样，我不想吃那么快，因为我们还有摄影师，我们还有这个灯光师，我们等下可以一起来品尝嘛。人家说。 好的东西要分享，快乐要分享，痛苦要分担。所以呢，这好吃的东西我们也要分享嘛。所以今天才会来到了我们的这个 Simple Food 哈，我们的这个原味素食这里来跟大家介绍这道非常很独特的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意大利面包汤。其实说到这个面包，肯定不是来自意大利啦。对，这面包说实话是你这边自己，还是就是从外面订购回来，然后自己再调制过的？ 这个是进口的，这个是很有工艺的。哦，就特别去寻找的，因为这个汤料好像放在里面的时候，会不会怕好像它外面呢会容易破啊？不会，这是特别为这个意大利面包，这意大利面包做设计的。哦，所以就是与众不同的。对，这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面包。其实我刚刚就喝了一小口的感觉，就是牛奶味特别浓。对，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奶？是鲜奶？有鲜奶也有。 也是调配过，也是秘密，也是不可以说，好吧？那这边要再次的谢谢我们的张师傅给我们介绍了这道意大利面包汤，希望你喜欢了。Every chef has their own masterpiece. Be it cuisines like Western, Oriental, or even Asian food. Now, Simple Food only serves vegetarian food. So, why not check them out at 50 Kaki Bukit Place or give them a call at 6744-0207 now. Simple Food, veggie good.